以前中间就是十一分中场休息的时候，你都会坐在那个沙发那个凳子上啊，这一次没有凳子的。我找半天了，对，需要场地好像也没有。当时看到没有凳子的时候，你的心情是什么样？是什么样的心情？就争取下次准备两张，不然就自带了。下次我们就是可以折叠，对，折叠我们就自己带上去了。我们拍摄像的都有，就过来跟他们拿，对，跟我们借两张，带上去。